偷拍一下，偷拍一下。哎呀，那些城管又来捉人了。那个姐姐被罚了100块美金啊，然后她又返回来罚呀，这些人又返回来了，捉人的城管又返回来。哦，她又被可能要大罚了，又要继续罚了。等一下，不知道会不会没收呢？这个人挡住我了，我看不到他的视频。看看那个人挡住我了，看他有没有罚到钱。他没有罚到钱呢，这还在讲什么？等一下再去访问一下他，看一下那个姐姐。看黑，那些人来了有没有罚你钱呢？又罚了吗？第二次啊，又罚了，罚了多少钱呢？罚了1000，开玩笑嘛，他都没有捉你，没有叫你清，他叫你不要摆，他通融你啊。这个大姐卖饼的，哎呀，他第一次罚了100，第二次要罚，罚了100嘛。我也不知道。你刚才不是来到这里的吗？来这里的，罚款。罚了多少钱呢？啊？1000。1000，多少钱呢？是罚了多少钱？帮一下，帮我弄啦。啊？不要摆。他叫你不要摆，他没有罚是不是？啊、没有罚你。那你最近都在哪里？我有接电话。哈哈哈哈哈！大姐好厉害呀、啊！你是送外地的我啦？那你明天明？他都不罚你的，他不罚你的，他不罚你的。哦，他都没有罚你，我看他第二次没有罚你。最好不要嘛，是吧？生活啊，没办法了，也不罚也要罚啊。这个是上庭的，哦，这个罚多少钱呢？看一下。哎，上庭罚的。这个现在罚多少钱呢？这个1000，这里。这个1000呢？哇，1000块呀、啊！天哪！哇 ！Oh my god！ 姐姐不容易，罚了1000块。哎呀天哪！哎呀，姐姐勇敢了，姐姐配。